排的同学会不会很辛苦？不会，还 OK 吗？啊，好，哇，今天的人数又比上次更多了一点，对不对？有发现吗？上次大概有大概1000多人，今天大概3000多人。对 ，OK， 我们先来找一下那个共同点，好不好？先找一下共同点。我们上次有来参与过风量的染发课的同学，请举手。上次，嗨，等一下，等一下，这样叫打招呼，好，嗨，再打招呼，这样叫举手，好不好？我们上次有来参与过的同学，请举手一下。好，3枚、4枚，哇塞，太好了，请放下，太好了，我这样笑话可以重复讲2次。所以待会如果有相同的笑话，我们就笑一下这样子，好不好？那所以其他的同学都是第一次来参与这个染发课程吗？都是第一次吗？好，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请举手。你是第一次的，哇，请放下。太开心了 ，Maggie 老师，这样子表示我们就是风量的团队越来越棒了，然后那个客群越来越拓展了。那另外一个也代表我们上次的课程非常成功，大家都懂了，就不会再来了。对对对 ，OK， 那真的很开心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啊、哦。那今天我们整个课程的目标，整个课程的目标，就上课一定会有课程目标嘛。那我们整个课程的目标呢，就是在今天这堂课上完之后，不管在任何的发际色上面，我们都可以准确无误的染出目标色。我再讲一次，今天的学习目标是，不管在任何的发际色上面，我们都可以染出色卡上面的颜色，而且准确无误。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学习目标，有没有问题？跟你们今天来的目标有没有一样？有吗？啊、哦，就是当客户拿色卡来的时候，哦，就是他说我要染这个颜色，或他拿照片。或者是他拿任何的这个拿像最近很流行干燥花嘛，搞不好他就拿了一朵干燥花，就说我就这样染这个颜色哦，就是不管他今天拿什么颜色来到你的面前，你都可以准确无误的染出目标色，然后他可以把那朵花放在他的头上，然后一模一样。今天我们的学习目标是这个，好不好？就非常简单。哦，这是我们的学习目标。那既然大家就不认识我的话，那因为你们都第一次来嘛，所以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所以我们来看投影片第一张，听说有我的预兆。哎，对对对，这是本人哈、哦，好，来，对，这是本人。哎，本人比较好看，还是照片比较好看？啊、太好了，太好了！今天保证中午都有便当，都有便当了哦。OK， 我叫做孙孔莲，孙中山的孙，孔子的孔，莲花的莲，我叫孙孔莲。那我的英文名字呢叫 Elaine，Elaine，Elaine， 冷冷，傻冷，拢会使。所以 Elaine 有没有很好记？有哦，那它是意大利的一个咖啡豆的名字，所以老师非常爱喝咖啡，所以念老师的名字要 Elaine。 好，我们来练习一次 Elaine。 哎，你看有发现那个美发人都非常的害羞，你只要让他肉麻一下，然后语音提高八度，对他来讲就是困难的。所以我要讲哦，如果声音不够这个应该怎么样，不够嗲，待会在整个课程里面呢，老师的武功呢就只有在 PowerPoint 里面。但是如果待会声音是很嗲的，老师的武功除了 PowerPoint 之外，这边的也会全部都给你们，好不好？所以我们再念一次 Elaine。 好多了，我鸡皮疙瘩有起来，给自己一个掌声。 OK， 那在隔壁的这位同学呢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今天就是负责老师在操作的这个部分，因为老师要讲很多话哦。你看哦，我们6个小时就要把这个学习目标达成，基本上这个课程是要上36个小时的，因为是6堂课嘛。结果我们要在一整天之内就把它上完。第一个，各位同学的这个入门啊，就是能够来上这个课程，我相信我们的伙伴啊都有稍微这个精挑细选过，所以你们都是优质中的优质哈，所以6个小时就要把这个课程学完，所以老师要一直不停的讲话，那我就需要另外一双手来帮老师做这个操作。
所以今天我的这个 partner 呢是 Maggie 老师，但是因为他刚刚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他就听到我们的业务说完蛋了，外面跟开演唱会一样，人怎么这么多啊，惨了惨了。然后我就看我们家 Maggie 老师说，我头有点痛，我现在想拉肚子，怎么办？我今天早上不是才拉过吗？真的是现在又想拉了。我刚有吃苦拿疼，为什么头还是这么痛？我说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我本来以为他真的只是因为头痛拉肚子，是不是快感冒了？我以为是这样，但是我后来发现演唱会这三个字一出来就更紧张了。搞了半天，我这个 partner 跟我在一起已经十几年了，然后各就是大大小小的秀场，从国外一直到国内这么多场，他怎么还会紧张？我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哎，所以现在还在紧张吗？有点，有点，哦，啊，有看到，也不过就三千多人而已嘛。好，我们那个请 Maggie 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一下。还是要讲一下吗？好，大家好，我是 Maggie， 我是，好啦，我有一点人群恐惧症。讲话都结巴了，对。那今天就很荣幸来到这边，就是我负责操作，也不负责讲话。好，来，就这样啊，给他一个掌声啊。好 ，OK， 他真的非常的紧张。然后不过呢，其实老师要说，人的一双手能够做的事情有限，同意吗？三二一。好，当老师喊三二一的时候，你们就回应我，这样好不好？好，同意吗？三二一，同意。这样子可以吗？三二一，可以。好棒哦！你看他们默契马上就 OK 了。好，因为为什么老师要跟你们有这样的互动哦？十八岁以下的专注力只有30秒，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有这样的互动。哎，老师，那十八岁以上的呢？因为我们在座应该都18岁以上，专注力15秒。所以我们要常常有这样子的互动，这样了解了哈。OK， 那我们就先谢谢 Maggie 老师，不然他站在这里，他非常的紧张。我们先掌声让他休息一下。OK， 好，他会持续的非常紧张，一直到11点。因为今天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能在联系上有一点没有联系的很好，因为没有再三确认哦。因为我们跟那个风量的伙伴讲说，我们需要模特，然后要2位哦，要2位，然后他们就说好，没问题。然后这件事情讲完就是1个月过去了。那昨天呢，他说，哎，老师，我们确定2位哈，我说对对对，就是2位模特，好，2位。然后今天早上一来，我就说，哎，模特的呢？哦，模特大概中午才会来。然后 Maggie 老师就傻眼，中午，然后那个业务就说，对啊对啊，没有，因为老师不是都上午讲话吗？然后模特儿应该中午来就好了。他说模特儿总要前置作业吧，万一模特儿是已经染过的，这个就是他可能染过那种直接色素，或者是他的头发可能遇到什么状况，我们可能要在临场再挑选或什么什么之类的，而且我可能要先写配方啊，而且我要画图啊，什么什么之类，这些都是好安排。好，在老师的想法里面，我认为在生活里面，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视就是眼睛要看那个视，啊，视力的视，后面吗？好眼力，好，是。然后第二个呢是触。是处，然后再来呢？问，最后一个呢？是听。这个是判断法质的4大步骤，很重要。第一个，你要眼睛看，但是不要相信眼睛看到的。这样了解哦。我们眼睛看到，比方你们看到伊蕾老师的这个头发，看起来很像原生发，对不对？黑的嘛，但是老师染白发，然后我从30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染白发了，因为那个时候白发就很多，所以老师是少年白。那通常我讲完少年白，就会有人偷笑，老师30岁已经不算少年了，好吗？所以是少年白。
哦，所以我的做法是讲过，所以你们不要相信眼睛看到的，但是眼睛还是要看。我讲一个刚刚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们的模特儿呢在中午才会来，所以现场的伙伴就很紧张，想要帮我们在现场挑选模特儿。那刚刚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模特儿呢，就来到我们的面前，然后我们一看到他呢，我们就发现他的头发呢在这边呢大概是，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 6.1 的亚麻绿，然后这边呢大概就是有带红色，然后大概是六度色的带红。我们一看到这样子的发质呢，我们马上就可以判断，因为它原生就是它的这一段，它的这一段虽然染过，但是是带绿嘛，所以我们知道它这一段应该是用永久染。但它尾巴这么就是已经长出来这一段，然后这边的红啊还这么红，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有用过护发染，也就是所谓的直接色素。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做那个干燥花的颜色，这个模特有那么适合吗？可能就没那么适合了，所以她长得再漂亮啊，老师都没有办法请她当模特，所以可能等下次。好，我就说那我们就等下次。所以有时候眼睛在第一个阶段，你就可以判断得出来这个人有没有很适合染他要的那个目标色，所以是很重要。第一个，你看到原生发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看到原生发就觉得哇塞，极品，对不对？原生发极品，怎么染怎么漂亮。可是仔细一看，现在压暗的人真的很多，因为前一阵子太流行那种极浅色系，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会把头发压暗。压暗呢，大部分都会拿四号，就是深咖啡色去帮他压暗，因为他会想我的头发九度嘛，那我如果压四号，九加四等于多少？九加四十三，哎，没法的。学哈，我们要加油。好，九加四，我跟你讲，艺术性的哈，对数理都比较不好，所以九加四等于十三，对不对？十三除以二就会变六度半，所以大部分的人就会觉得，我拿四号去染，可能就会出六度的咖啡色，还蛮自然的哦，他们会这样想。但是你们会发现，你只要拿四号的去染，可能洗个几次，它又回去了哦，而且更脏，因为有一些颗粒掉不掉嘛。这样了解，所以待会我再教你们怎么压暗。我跟你们讲，漂浅比较简单，压深比较难，因为压来压去都压出一些奇怪的颜色出来。待会再跟大家说。OK， 所以在第一个是试，那接下来呢是触，你要用手去摸，摸什么呢？拿一根头发出来，然后直直的摸下来，你发现滑滑的 ，OK， 正常。如果你把它逆回去，粗粗的。这样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知道毛鳞片是像鱼鳞一样嘛，所以你直直的摸下来，它滑滑的，就像我们摸鱼鳞一样，是不是滑滑的？正常。那你逆回去的，它粗粗也是正常。但是我有摸过下来滑的，上去也怎样滑的 ？OK， 它用过什么包覆式的染法？有一种染剂叫做包覆式的，有没有用过这种染剂？尤其是染黑、哦、常常会有那种包覆式的染剂，摸下来滑的哦，回推也是滑的。那或许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包覆式的染剂，我问一个问题给你们，你们就知道，在现场常常会发生。有没有帮一些比较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客户帮他烫头发的时候，很奇怪哦，他跟你讲说我的头发都烫不卷，可是你看这头发那么细软，应该随便烫都可以烫得很卷，为什么会烫不卷呢？结果他就说真的烫不卷啊，你要拿小一点的卷子，没关系，我烫好一点都没关系啊，你就是给我烫卷一点，然后就拿了最小的小白出来，应该够卷了吧？哦，你就打了一个均等层次，然后就开始帮他卷，哇塞，卷了大概六十几卷到七十卷，枕头卷到满满的，然后开始上药水，上完药水之后呢？再给它直接怎么样加热，应该没问题了吧？而且你还用最厉害的生化烫，那个分子最小，一定可以瞬间导入。结果一给它加热，15分钟结束起来，冷却，流程都正确哦。然后你现在拆卷子要试卷了，对不对？结果你一打开，天哪，怎么只有发根的地方有卷，就发尾是直的？有没有遇过那种情况？有吗？这个时候你又很想哭了，对不对？那还安呢？怎么会这样？老师要跟你说，不管在染发之前，你要做判断发质的四大步骤，连烫发都要。
因为他用这种包覆式的染剂已经把毛鳞片完全的怎么样关闭了，所以你在烫发的时候，一剂通常是乙硫醇酸嘛，你要进去去切断它的双硫键嘛，结果毛鳞片都被怎么样包覆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怎么样进去切断，所以得到的结果就是发根的地方呢是 OK 的，但发尾的地方就直的。我告诉你们，不管你们怎么烫都没有用，它就是这样。你最后只能告诉他说，不好意思，刚刚在判断发质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你的发尾是用过什么包覆式的染剂。有听到老师说什么吗？不好意思，刚刚在判断发质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你的发尾是有染过包覆式的染剂，先道歉你就赢了。这句话跟老师念一次，先道歉你就赢了。不要去跟客人据理力争，你那个到底是染过什么啊？你一定是有染过那种包覆式的染剂，对不对？要不然这样子怎么会烫不卷啊？你怎么没有事先跟我讲啊？你早点跟我讲，这根本就没办法，你这是一定要剪掉的啊。大部分的美发师会这样子去跟客人说，然后客人就说，如果我知道的话，如果我知道这么专业的话，我就直接叫你剪掉就好啦。所以我刚刚不是有跟你讲我的头发不好烫卷吗？没有啊，啊你那个不好烫卷，你又没有讲说你有染过什么，讲这个干嘛嘞？这样子对结果会有好。一间店三四个设计师，人家走到你的面前，人家信任你啊，再过来就是有缘分嘛，所以要珍惜。讲到这里同意吗？三二一，同意，非常好。那你们是很有灵性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四处问，再来是问，对不对？要怎么问呢？当然你要问他说，哎，你的头发有染过吗？有有有。那你大概染过多久的时间？哦，大概一个多月。那你上次染头发是在我们家染的吗？没有没，我第一次来。那你是在家里染的还是在沙龙染的？哦，我在沙龙染的。 OK OK。 那当时你的目标色是什么？哦，我的目标色是紫红色。OK， 你听到红色，你的那个神经就要开始紧绷起来了。如果他讲只要是红，不管是什么紫红、酒红、这个辣椒红，不管怎么红啊，你只要听到红，你的那个神经就要开始紧绷。这样了解吗？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厂商，只要遇到红色的染膏，它里面都会加直接色素，因为它希望我们的色彩饱和度要怎么样提高。哦，所以你只要听到红，还有那个什么玫瑰红，反正只要有红啊，这样神经要紧绷起来，这样 OK 吗？三二一 ，OK。好，第二个要紧绷的是，哦，我有一点点白发啦，我上次有想要叫他帮我盖一下白发 ，OK。听到要盖白发，神经也要怎样紧绷，就这两个，其他没有什么颜色要紧绷的，这样知道吗？哦，所以如果他要染偏红，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了，你就要看他的头发有没有残留什么，残留红色颗粒，看得出来吗？同学，你们看得出来有没有残留红色颗粒吗？看得出来吗？有的看不出来，对不对？看不出来，恭喜你，已经掉色了。嗯，等一下，好，等一下，慢慢来。如果他说他染的是紫红色，结果你看不出来，我还是习惯这个高度跟你们见面，因为我觉得第一区的同学太辛苦了，你们这里叫摇滚区呢，摇滚区怎么那么辛苦呢？所以老师下来，这里叫摇滚区，哦，后面是看台区的朋友，哦，OK， 看台区的朋友，所以摇滚区是最早来嘛，我们应该是没有贴名字的嘛，所以你们是最早来的，所以你们坐在最前面。恭喜大家哦！下次上课要早一点来，为什么？第一排的学习100%，90%，80%，70%，后面我就不说了。然后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后面的同学把自己的专注力关注一下。所以第一区的同学学习是100%的。哦，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最后区的学习只有10%，所以老师的眼睛都会看你们。那你们这边就只能欣赏到我美妙的身影。好，这样子 ，OK。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话题，如果你的眼睛看到的是红色，你的眼睛都还看得到红色，你不用想，它就是怎么样染过直接色素，
待会我来教你们怎么去处理直接色素，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眼睛看不到红了，反而你看到的是黑，那它就是怎么样，曾经压暗过。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他了，是不是上次的红啊染出来让你吓了一大跳，所以你有稍微压深。哎，对，你会算命哦？没有啦，我只会看面相而已。哦，又跟他开个玩笑哦。他就是说，对对对，上次真的太红了，所以我又把它稍微压深了一点。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当然，你也会看到咖啡色，就是他染酒红色，结果你看到的是哎咖啡色，那就表示他的红怎么样，已经退了。那多久会退？你们知道吗？红色多久会退？来，我知道三原色里面的红、黄、蓝三种颜色，蓝色颗粒是整颗被拿掉的，整颗被拿掉，红色颗粒是被分解的，所以你会一开始看到红、橘红、橘黄，这样了解吗？好，那这段时间多久看发质？如果它的发质是三次以内，就是它染烫过三次以内的，它要从红退到 咖啡黄的话，这段时间大概两个月。但是如果它是经常在染发的，那就是受损发质咯，经常在染发的，一个月之内红就不见了。但如果它是漂过在上的红，两礼拜不见，这样了解哦。好，所以你大概把那个时间稍微拿捏一下。所以顾名思义，老师刚刚在讲的过程就是发质越好的人越不容易褪色，这样了解吗？发质越差的就越容易褪色。讲到这里同意吗？三二一，同意。 OK， 所以不要再骂染膏了，更不要骂业务，也不要骂客户，这个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因为发质很差，什么叫做发质很差？第一个，毛鳞片都是张开的，头发没光泽，然后里面的水分跟蛋白质通通流失，所以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所以我们叫做多孔性毛发，这样了解哦。所以像这样子的发质呢，就是严重受损的发质。当我们要上色的时候，麻烦注意一下，第一个把洞补满，因为它叫做多孔性发质，所以你一定要把洞补满。怎么补洞呢？染发前一定要做什么？染前护理。我以前不相信护发这一回事，我真的不信，因为老师自己也开个人工作室嘛，我觉得护发就是骗钱，所以我也不相信。但是自己开始在上课了之后啊，我开始去上很多的课程。老师以前也不上课哦，我以前非常不喜欢上课，结果现在当老师，你知道那种心理的那个转环吗？以前老师啊，只要有人找我去上课，我都会说哦，好好好，我看看时间，如果 OK 的话我就去。我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所以我会笑眯眯的，但我通常都不去。老师为什么不去呢？因为老师那时候自己开个人工作室，一个月我可以做四十几万的业绩，一个人，嗯，很厉害嘛，眼神要有那个崇拜，有没有？四十几万的业绩，含电饭啊，哦，有含电饭。然后我带三位助理，一位准师，我一个设计师哦，所以老师手脚都很快，手脚很快。而且老师不喜欢讲话，我只讲几句：一，怎么剪？二，要烫吗？三，要染吗？四，3000块。走的时候谢谢，就这样。我中间不会讲别的，我真的不会讲别的。所以我们那个附近的邻居啊，都传说那家店的老板娘有一点自闭症，可是手脚很快，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给她弄头发，这样了解吗？以前老师在那个村庄里面的外号就是这样，就不太讲话，而且脸很臭，臭到一个不行。为什么脸那么臭？因为我很怕有皱纹，所以我不喜欢笑，因为一笑就会有皱纹。这个是小时候看的某一本书，书上面写说不要常常笑，因为笑就会有皱纹，就我就变得不太爱笑。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到我就这样子哦，做了七八，老板娘为什么不能再红一点？哦，没关系，她会越洗越红，反正不管什么都是越洗越达到她的目标色。
哎，老师这样还做了10年哎，然后业绩还不错哎，所以你知道业绩好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你知道吗？因为会让人不求上进，所以有时候业绩稍微下滑也不见得是坏事，让你多了一点时间可以去怎么样充实自己。所以是不是所有的安排都是好安排？业绩好不一定是好事。我太自满了，10年都不求上进。等我去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上了一大堆，我还觉得那个老师真是无聊哎，搞那么多染膏浪费物料。当时的想法是这样，你看明明是自己不求上进，还说别人错，还讲得理直气壮。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业绩好嘛，人就不求上进了。所以人在很好的时候，真的要弯下腰来，不要自满，因为傲慢，你只要一骄傲了，你的学习就慢了。所以当有人说你看起来很骄傲，你看起来很拽，你看起来很傲慢，这句话讲的是真的，因为骄傲了，你的学习就慢了。同意吗？3、2、1。同意。那一堂课上到中午了，准备要来回家了，2点还有3000块，对不对？所以就跑去跟那个业务讲说，哎，我有来上课哦，要签到吗？啊，那个退费的机制是怎么处理的？你要走喽？没有，我哪有要走，我只是问你退费的机制哦，还要上到4点半才有钱可以拿。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今天有需要上到结束才有钱可以拿吗？没有啊，你们应该不是这样子被来的啦，吼 ，OK。结果我就说，我跟你打个商量，我今天下午有预约课，所以我们可以一半一半吗？你就退我500就好了，然后另外500就没关系。老师，上完啦，真的很好呢。啊，你是听不懂齁？开什么玩笑？怎么可以说我听不懂，对不对？没有啊 ，OK 的啊，不是高阶吗？老师上得很好啊，都懂，清楚。真的吗？真的啊 ，OK 的，没问题的。啊，那你为什么要走？我有预约课嘛，老师。你这堂课哦上完之后，他会带给你更多的3000块。我心里在想，他怎么知道3000块？然后那个时候啊，我就想算了啦，反正3000减1000，我还赚2000嘛，对不对？就不要再跟他争执了，反正拿了钱，拿不到钱就算了，还是回去赶快服务客人吧。所以我说好啦，没关系啦，那就先这样哦，谢谢你啊、哦。然后后来我就转身了。转身之后东西收收嘛，对不对？就要准备走了，然后我就走到那个电梯里面，门一关，快要关下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说等一下，然后就把门打开，那个人就走进来了。老师，白头发很辛苦的那个老师，走进来了。因为休息时间嘛，中午要吃饭嘛，然后就走进来了。然后我就这样，哎，老师好，哎。要去吃饭吗？我说对。哎，怎么那个声音一点都不像老人家的声音啊？完全没有在关注老师上什么，还在观察他的声音。你看看这个学生，然后一走进来我就这样子看着他，不对啊，他的眉毛是黑的呢，啊，睫毛也是黑的，为什么那个头发是白的，而且是雪白哦？然后我就这样子一直看着他，看到已经让那个老师不好意思了。他说：“你是不是在看我的头发？为什么是白色的？”我说：“对啊，老师好时髦哦，染的白色。”然后他就说：“对啊，你会染吗？”就漂嘛，是不是？就漂啊。然后老师：“对对，就是要用漂的。我们今天下午会教到哦，一定要留下来学习哦。”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好啊，好啊，同学，中午一起吃饭吧。”中午一起吃饭。我没有要吃饭，但是老师就邀约我们一起吃饭嘛。好啊，就一起吃饭了。然后老师讲，你一定要说写作一致，这样子你的技术才会提升。所以老师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回去就一直写功课，功课很简单，就是把整本色卡做出来，
事情经过到现在已经有应该有15年的时间了，15年。我们这次的新社要上市是今天的课程内容嘛？新社要上市，我们的那个老板非常的可爱，他做了一件在这个染发的历史里面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很开心能够可以跟这样子的一个经营者共事。他那时候打电话给我，他说：“尹丹老师，我们这次不是要做新色吗？”我说：“对。”然后他就说：“啊，那个新的那个染膏那个色卡不是现在在国外吗？”我说：“对，我校稿的差不多了，应该是可以发印了。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说：“好，什么想法？”然后他说：“我想要啊，把那个配方写在色卡上面。”啊？配方写在色卡上面？我说对啊，就是比方说，7.18 旁边你就要写怎么样可以染出7.18的颜色。没有人把配方直接写在色卡上面的啦，那个色卡那么小，你那个字要写上去，这样是不行的嘛。内心有很多的不愿意。没有啊，我觉得这样写上去，操作者在操作的时候，他直接看色卡，就直接按照上面的配方挤颜色，不是这样就好了吗？我记得我有做一本染发手册嘛，有染发秘籍，那本秘籍跟色卡一起送给同学就好啦。没有没有，我觉得要直接写在色卡上面，没有人这样写的，这样写真的我觉得也不美观嘛，那个字那很小哎、欸，吼、哦、还要不好吧？我觉得这样写不好，我们放在旁边好了。哎，麻烦你把所有的颜色都写在上面。你知道听话照做有多难吗？听话照做真的很难，但是你只要愿意听话照做，就是怎么样学习的开始。但我内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愿意，你知道吗？老师不是一直说不要不好，这样很奇怪，我是不是一直这样讲？我的那些都是我内心的不愿意啊。你们知道为什么不愿意吗？那个配方写下去，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看到那个配方。那一本色卡至少要印几万本嘛，对不对？而且不知道会沿用几年嘛，是吧？你知道那是要下承诺要负责任的。所以我内心的不愿意是什么？老板叫我负责任呢，那是你写的配方耶，所以他就是要准，而且他还要叫我巡回开课，遭到全部的人说那个配方是我写的，所以不准都是我。你们知道那个我的不愿意是因为要负责任，这样了解吗？但是99%的人都不想负责任嘛，对吧？这个都已经穿成新郎新娘的衣服了，走到教堂的前面，宾客都来了，待会席开摆桌，然后走到教堂，你都穿成这样哦，噔噔噔噔噔噔，跟到前面去了。那个牧师还要说：“你真的确定愿意嫁给他吗？你真的确定你要娶？”是99.99999%哦，所以因为要下承诺的嘛，所以那些配方都是非常准确的。未来呢，我们在之前1.2.3.4.5.6的上面也会把配方全部都写上去。所以你们会看到的这个色卡，真的全世界就这一本了，上面全部都是配方，所以你们只要按照配方去染都可以准确无误，这样了解了吗？那所以接下来老师的课程里面就要教你们怎么看那些配方，因为那些配方可能会有7.18加000，然后加可能4.5，然后比例是多少，然后把基色可能要调整到5度或4度，接下来老师要教你们怎么看那个配方，这样 OK 吗？哦，要不然你们拿到那一本，你看不懂那些阿拉伯数字，你也不会用。哦，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技术上的专业名词大家要统一。哦，那模特儿来了，不是说中午才会来吗？现在就来了吗？ OK OK， 那我们请模特儿上台，掌声。好，两位超级无敌美丽的模特儿，好，来来来，我们可以走中间来，没关系。
中间这边有那个红地毯。好，哎 ，Maggie 老师你不来？好，来来这边。好，两位模特嘛哈、哦。好，来来。这一位呢，我们先来判断发质四大步骤哦。判断发质，你头发有染过吗？有，有染过。好，所以你染几号？什么颜色？深咖啡，注意哦，注意，深咖啡，哦，深咖啡。啊，为什么会想要染深咖啡？哦，盖白发。哎、欸，你运气不错哎、欸。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紧绷？有，有，要紧绷了，对不对 ？OK， 啊，什么时候染的？四月初哎、欸，哇塞！今天几号？十一号。十一号，哦，等一个礼拜吗？差不多。哦，三月初啊，三月初啊。所以大概45天，40天左右，40天左右。OK OK， 所以你也是少年白哈、哦。OK OK， 所以白发比例很多吗？蛮多的哈、哦、，OK OK， 好，老师看一下哦 ，OK， 大概都在头顶的位置嘛，对不对？白头发都是这样，总是长在人家看得到的地方，像老师就长在刘海，好、哦，就是前面发际线这边，老师的白发都在这边，所以没办法变成要留刘海了，哦 ，OK， 好，所以今天要染什么颜色都可以吗？真的？染什么颜色都可以，白色。白色不行，不要听他们讲。对，他们只是想吓吓你而已。所以什么颜色都可以吗？两个颜色，绿色跟蓝色，他们跟你说的哦。OK。所以是业务伙伴跟你说的吗？OK， 就是绿色跟蓝色嘛，就绿色跟蓝色你是 OK 吗？我觉得绿色跟蓝色很好，对。他刚刚有选吗？我们现场让他选好不好？这是我们的新色，很美的颜色，对不对？不管 Maggie 老师能不能染出来，来你选一个。对，这边随便，你要选哪一个都可以。哦，他你选这个哈、哦，好 OK， 他选的是 7.1 的亚麻绿，看起来像亚麻绿。嗯，对。他看起来像亚麻绿。天空蓝或蓝，好，蓝一点，还有隔壁那一位嘛，对对对，来，这边呢，再选一个，你们是要两个吗？都是双色，双色，没有啊，挑染而已，不要紧张，对对对，而且啊，如果染完你不喜欢，我们就恢复跟你现在一模一样。你知道老师现在心跳非常快，哎，他选这个啊，大概八度色的金色，我觉得这颜色也蛮好看的，八度的金。没关系嘛，再让他选嘛。还有呢？你刚不是要蓝色吗？你到现在都还没选蓝色哎。对啊，哦，蓝色是他们跟你讲的，没有，不可能一个蓝在这里啊，那个绿，这样很奇怪嘛，对不对？一定是挑染嘛 ，OK， 所以我们有一点点的金，然后一点点的七度亚麻，然后我们来一点深蓝色，好不好？深蓝色可以吗？5.18，深蓝色好不好？好，就是牛仔裤的颜色，
哦，牛仔裤的颜色，就跟你衣服牛仔裤的颜色一样，然后再挑染一点亚麻绿，然后来一点小金，来一点立体度，好不好？啊，你头发可以剪吗？可以，所以你可以剪短发吗？不行，所以是修刘海吗？哦，长度不变，但是 OK。我们在现场要来剪头发，十个有9.9个客人都是这样说的。长度可以不要稍微，长度不要变哦，但要有型。然后不要打太薄，厚要有厚度，但是要轻，要更蓬。真的，是吧？对 ，OK。然后洗头又很容易吹干，但这个不用打薄哦。好的，这样 OK 了啊、哦。我们选好了呢，老师。好，下一个。嗨，你的头发染过吗？哈、哦，然后大概有3个月没染哦。差不多吧，哈、哦。啊，你上次染头发在哪里染的？哦，是美容院嘛，哈、哦。OK OK。啊，上次染头发的时候有加热吗？还有给你照那个蒸汽或者是仪器吗？有哦，好。啊，你那时候想要染什么颜色？我这好像是偏红吧。哦，偏红。偏红。但是还好，我们还有看到红吗？没有。就那天染出来的时候，你有染红吗？也没有。也没有。就是你想要带红，但又没有带红，对不对？那你今天想要红吗？我们要不要完成他之前的愿望，想要稍微带红？好，好不好？你可以，你的头发可以，那你选一下好不好？你喜欢什么颜色？对，咖啡红，对。但是今天这些姐妹们、帅哥们完全不想看咖啡红，因为这个颜色他们在现场常常看到。对，可以来一点干燥花的颜色吗？拜托你，你看，你要不要看一下8.21这个颜色？8.21在这里。薰衣草，灰灰紫紫的，漂不漂亮？漂亮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可能晒得比较久。珍珠紫的颜色，就是有一点这样子，透透的这样。我们挑染啦、啊，不会把你整头弄成这样。好，这样也太残忍了。对，我们就来一个，就是老大，我觉得哈、哦，6.21、8.21跟1000.2，做一个这样子云层式的一个挑染，好吧？6.21、8.21、1000.2。对对对，挑染，然后底色呢？他想要红嘛？底色我们还是给他一个红好了。挑三个颜色啊，小事啊，好吧。底色哈、哦，底色你喜欢哪个颜色？你有在上学吗？你是学生吗？哦，你毕业了 ，OK， 好。老板会很凶吗？还没找到老板，太好了，我们有确认。好，那底色的部分 ，Maggie 老师决定好了啦，好不好？啊，我是想说要有点带红，因为既然是紫色，哎，紫色，对，紫色，紫色，紫色漂亮，对不对？对对对，紫色，
对，六点二，六点二的，六点二一的，八点二一的，一千点二，哇塞，哇塞！你这些颜色哈，如果到这些姐姐的店，大概要八千块左右。今天赚到，好不好？真赚到，好 ，OK， 好的，所以 OK 啦，啊 ，OK， 好，那就交给你了，我。准备两个便当，好、啊，在那边用啊，这边那么挤，到那边用。你反正已经画押了嘛，你都画押了，对不对？你都画押了，你拍照嘛，你拍照。美美来，谢谢。看着他，看着他。然后那位那个李雨婷。李雨婷，李雨婷，帮忙啊、哦！李雨婷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自己？要来啊！今天伊莱恩来了，对不对？给你一点时间，广告时间，快点！来来来来。各位伙伴，大家好。好。很开心哈、哦，我们又见面了，有一些是第二次见面的哈、哦。我现在目前呢，在伊莱恩专业彩妆，我担任就是负责伊莱恩彩妆的教育的部分。那今天呢也开心，我们来这边协助我们的就是染发新色上市的秀。再来呢，我们后面呢有看到吗？有看到很多黑衣人有没有？后面其实都是穿黑的啦。哦，我们有穿制服哈、哦，伊莱恩上的制服。那边工作人员，我们这个月呢，其实我们彩妆部有一些新的新品上市。待会啊，你在休息时间的时候呢，有想体验可以往后面移动。哦，有一些特惠的啊，或是你们对自己的皮肤状况有一些问题，或是彩妆的部分想询问，后面有两位老师，哎啊，还有我们还有两个伙伴在外面，因为实在人爆满了太多了，没位置站。好，所以呢，我们总共会有四五个伙伴在帮大家做服务，可以有空去参考一下。好。我、哦、去染头发了啦。来介绍一下那个李雨婷，李雨婷，你很紧张是吗？好，李雨婷老师呢，跟我更久的时间。他说他把他一生的青春都给我了。哦，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才23岁，现在快40了。我怎么说出来了？好，28是。然后待会在上色的过程，因为我们看到的颜色比较复杂嘛，所以今天本来 Maggie 老师一个人要染，但是显然可能需要小帮手，所以那个李雨婷老师她本身是彩妆跟美容的这个一丙级的老师，但她也是美发一丙级的老师，所以她也一定可以一起操作，所以你们两个一起画押啦哈。好 ，OK OK， 好，我们谢谢李雨婷李老师。好了，那我们模特儿搞定了啊、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上课喽。所以在上课之前呢，这个投影片关掉。你不要讲啊，刚好。今天认识吗？还是李雨婷？那个应该直接在上面关掉就可以。男生，男生。帅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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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可以关掉吗？好了，来。好，把这个染发的公式抄下来。非常的重要。
就直接用拍的就对了。上次上老师的课哦，一定要带笔记，笔记跟笔一定要带，因为听是一次嘛，写是一次嘛，哦，这个真的很重要。而且你们都用拍的，我随时随地那个眼睛啊、嘴巴都要保持，要不然我每次看到我的照片，不是那个眼神怪怪的，就是那个。好，来，第一个决定目标色。什么叫做决定目标色？就像老师刚刚啊，不是会拿色卡给模特儿看吗？对不对？所以那个要决定一下，他今天到底要染什么颜色。那染颜色上面会有什么珍珠紫啊、薰衣草紫啊，或者是什么紫红色啊、咖啡色？你看到旁边的中文，那个都是写给消费者看的。中文都是写给消费者看的，但那些阿拉伯数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所以你要看懂那些阿拉伯数字。所以它决定目标色啊，小数点后面的我们代表的是色素，小数点前面的代表的是色度，也就是褪色高的比例。这样了解哦，小数点前面代表的是色度，小数点后面的是色素。什么叫做色度呢？也就是这一条染膏里面的褪色膏的比例。比方说，刚刚这边有两个颜色，一个是 8.21， 一个是 6.21。 你要知道这两个颜色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先看小数点前面的数字，小数点前面数字一个是8，一个是6，对不对？数字越大，表示它褪色高的比例越多，色素越少。再讲一次，小数点前面的这个代表的是色度，色度代表褪色高的比例。数字越大，表示褪色高的比例是越高的，那它的色素就越少。那色素越少，褪色高多，所以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浅。这样了解哦。所以我来问一下。8.21 跟 6.21 哪一个浅？8.21 嘛，那哪一个色素多？ 6.21。 哪一个容易褪色？ 8.21 嘛，因为它色素少嘛，所以它就容易怎么样？褪嘛。这样 OK 了吗？ OK。 所以有没有发现呢、啊？有白发的，有白发的，我们会希望它染的色度可以怎么样一点。它染得越深，表示它的色素饱和度越多，它的白发就比较容易覆盖。通常有白头发的人啊，都希望他的白发是被覆盖的。所以如果他在选颜色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小数点前面的色度一定要怎么样，小一点，它小一点就表示它的色素饱和度就会比较高。讲到这里 OK 吗？所以在决定目标色的时候，你要先清楚知道这个客户它适合几度色。所以老师刚刚就有问，哎，还在读书吗？啊，老板凶不凶啊？其实老师就在决定目标色的时候，不要让他染了一个头发，让他很难去面对他旁边的环境。这样了解吗？好，那当然我们在沟通之后呢，待会老师中午的时候还是会大概去把他的那个分布。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两位模特都是比较。保守，对，年轻保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的颜色，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藏在里面嘛。你们只要看到颜色的显色度就好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让它可以走出去嘛，是吧？你们可以看到旁边这个长头发的女生还没找到工作，然后染了一头干燥吗？去找工作吗？很难嘛，对不对？但干燥花可以在里面，可以吗？这个喇叭，哦，好。OK， 啊，那个我的麦啊，我不是有一个卖菜的麦克风吗？我还是喜欢那个卖菜的，可以帮我找一下卖菜的吗？不是那个卖菜的喇叭在这里，嗯，帮我找一下，我记得办公室有，谢谢。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褪色膏啊，在这个染膏里面啊，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褪色膏，为什么每一条染膏都有褪色膏？
因为我们在染头发的过程当中啊，毛鳞片被打开了之后，褪色膏进去皮脂层，因为天然的麦拉林色素在皮脂层，所以褪色膏一进去之后，它要帮忙褪掉天然的麦拉林色素，这样了解了。好，所以永久染的膏里面有三种东西。永久染，第一个呢是褪色膏，第二个呢是阿摩尼亚，第三个呢是未氧化的人工色素。好，所以来注意哦，阿摩尼亚打开毛鳞片，褪色膏跟未氧化的人工色素同时进入皮脂层，褪色膏褪掉天然的麦拉林色素，而未氧化的人工色素加上双氧水氧化放大取代天然的麦拉林色素，我们完成了永久染。再讲一次，好，我们再讲一次哦，就是永久染里面有三种主要的成分，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成分，但那个没那么重要。比方它里面，像我们家的风量染膏里面就有加上一些水解小麦蛋白，还有加寡邦灰，那个叫什么？寡邦灰仔油，那个国语要怎么翻呢、啊？寡邦灰的国语要怎么翻？乳马，这是阿摩尼亚，第三个成分是未氧化的人工色素。那这三样东西分别的使用时机啊，来，毛鳞片在最外层，对不对？然后天然的麦拉林色素在皮脂层，这样 OK 哦，它也是色素颗粒嘛，所以阿摩尼亚打开毛鳞片，把毛鳞片打开。打开了之后呢，褪色膏跟未氧化的人工色素进入到皮脂层，接下来呢，褪色膏会褪掉天然的麦拉林色素，而未氧化的人工色素加上双氧水开始进行氧化作用，它就会把永久染的颗粒啊加上了双氧水，它就会开始变大，那些颗粒就会变大，因为氧化过的颗粒它就会变得很大，让你的肉眼看得到。所以你们在挤家里的染膏的时候，只要挤出来是有颜色的，比方你看到红色啊、绿色、蓝色，那就表示里面有氧化型的色素颗粒。但是如果你挤出来是白白的或透明的或乳霜的，那里面就没有氧化过的色素颗粒，全部都是未氧化。这样了解了？那未氧化的色素颗粒是必须加上双氧水的，它才可以帮助进行氧化作用。讲到这里 OK 吗？三二一 OK。 好，非常好。所以褪色膏它的作用是褪掉天然的麦拉林色素，你知道吗？在我们的那个基色啊，一号、二号、三号，它都必须要加一点褪色膏在里面，它都必须要加一点在里面。所以你们在选择过白发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它是要遮盖白发的，遮盖白发的话，你就不要用太强的那个双氧水。要不然我有遇过有一个学生，他拿一号加上不知道几趴的双氧水，然后过那个50%白发，50%的黑发，他就过。结果过了以后啊，他就跟我说，老师很奇怪，我用一号，然后他要蓝黑，所以他就用了一号，然后加了12%的双氧水，然后放上去之后，连黑发都变咖啡色，都没有变蓝黑。我说你用到12%的双氧水会帮你去掉你的天然麦拉林色素，这样了解了吗？6%，对，用6%就好了。有电吗？不好意思哦，在上面整理服装仪了，不太行。好，讲到哪了？褪色膏嘛 ，OK。所以我们家的染膏目前是含氨染膏。那刚刚老师说氨要干嘛？过毛，打开麦拉林。不是，氨要干嘛？打开毛鳞片，对不对？阿摩尼亚是不是打开毛鳞片？
那老师问哦，健康法需要打开毛鳞片，还是受损法需要打开毛鳞片？健康法嘛，对不对？所以目前我们用的这个染膏啊，还是含氨染膏，但是氨很低，好，只有一点点而已，但是还是要有。为什么？虽然现在80%都是受损法，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出含氨染膏？因为我们50%的客人还是过白发比较多，同意吗？三二一。还是很多过白发的。如果你现在用的是无氨染膏，没有氨的，老师跟你们说哦，如果你们过那个白发，不管你加热啊、膀胱啊，到最后还是怎样，不会过色，因为它没有氨，它没有办法打开毛鳞片，或者是打开毛鳞片的速度会变得比较慢。所以市面上有很多无氨染膏，它如果讲无氨染膏，没有不好，只是它只能用在受损法上面，如果要拿来过白发，可能时间要很长，可能1个小时以上都不一定会过色，这样了解哦。所以我们家有氨，但是是低氨，氨的含量很少哦，就是你们拿来过白发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讲到这里 OK 吗？ OK 哈、哦，好。所以小数点前面的代表着是色度，也是褪色膏的比例。那小数点后面的呢，代表的是色素。那目前呢，我们的反差，目前反差好，我以为是拖鞋。好，目前我们家的色素有哪一些呢？点1、点2、点3、点4。点5、点6、点7，今天要应该说发表的是点8。那老师要告诉你们，这些小数点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点1代表的是蓝色颗粒跟黄色颗粒，点2代表的是蓝色颗粒跟红色颗粒，点3代表黄色，点4代表黄色跟红色，点5代表有2份的红，1份的蓝，点6代表红色颗粒，点7代表蓝色跟黄色。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老师，点1跟点7都是蓝色跟黄色，为什么要出2个？那老师现在讲一下，点1的蓝跟点7的蓝比例是不一样的。点1的蓝跟黄之间的比例呢，蓝比较多，黄比较少。点7的蓝跟黄之间的比例呢，是蓝比较少，黄比较多。所以你们可以分辨吗？如果点1的蓝比较多，所以它比较像蓝灰色，甚至你说蓝绿也可以。但是如果是点7的话，它的黄颗粒比较多的话，它会比较正统的树木绿。如果你们有玩过色轮，就是我们如果有上过正统应该说是比较系统的这个染发课，通常第一堂课老师一定会教你做色轮，他会教你做红黄蓝三种颜色，2次色帮你做出来，3次色做出来，然后把所有的色轮全部做出来，对不对？如果你有上过这样子的系统课程，那你一定还记得，当时我们在做这个颜色的时候，就是做绿色，也就是红色的对比色那个绿色的时候，我们试了很多，我们本来以为1:1应该那个绿就会出来，结果后来我们发现1:1它不会变成绿，它会变蓝绿。所以我们要把黄色的颗粒用多一点的时候，那个正统的绿才会出来。所以在比例上面，老师来讲一下，点1的话是蓝色比较多，黄色比较少。所以你如果要染灰色系，像什么铁灰啊，这个老鼠灰啊，或者是水泥灰啊，如果你要染灰色，你就要拿点1，这样知道哦。但如果你想要染亚麻绿啊，或者是咸菜绿啊，或者是还有青草绿、湖水绿，什么绿，你就可以拿湖水绿，拿点8啦。如果你要染那个其他的芥末绿 ，OK， 你就可以用点7，这样知道喽。
好，那点八是什么呢？点八是荧光蓝。是的，荧光蓝。这一条染膏呢，100%，几乎到100%都是蓝色颗粒。它的褪色膏比例啊比较少，因为你会说，老师，荧光蓝跟加强蓝差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有加强蓝？加强色素有加强蓝，它也是蓝啊。那它跟这个点八差在哪里？加强蓝的褪色膏比例比较高，但荧光蓝褪色膏的比例很少，所以它几乎是double 蓝，就是饱和度非常高。就它的那个褪色膏一扫，完全都是蓝色颗粒的时候，我们在上完色之后，那个颜色看起来是荧光色，就变成荧光蓝。所以在这边老师要讲哦，如果你想要玩一些比较明度高，但是你又不想要褪色那么快的话，像如果我们用护发染的那个蓝，其实也很漂亮，但它褪色会比较快一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用护发染的蓝会跑。会稍微有点偏紫，但是如果你是用这个颜色，它是完全的蓝。就像今天有很多同学是穿着蓝色衣服的哦，就荧光红、荧光芭比、荧光桃红、荧光粉红、荧光黄，然后荧光橘，我就会穿很多很多的荧光色哦。但是如果这一支一出，就在那个仓库里面都没有人要叫的话，那我们就此打住，再出别的，这样了解哦。所以这一支荧光蓝，我这次玩了很多的颜色，它可以直接上色。你可以用8.88，这个号码还不错哦。哦，8度色，然后2度2份的蓝，所以叫8.88。8.88直接染在原生发上面，原生的新长出来的原生发，它大概可以变成。那个松柏绿，你们知道那个松树吗？圣诞节的那个松树，对，原生法哦，直接上色，它就变松柏绿了。看，如果是细软法用9%，树荧光法用12%，对，它就变松柏绿。那、啊、如果你把它玩在8度色上面，它出来应该是水蓝色。但是要加一点000哦，老师待会教你们怎么使用那个000。什么叫000？000就是那一整条染膏都没有色素，全部都是褪色膏。你如果遇到客人说我不要漂，但你很想帮他去色，你就拿000去帮他做去色，你用12%帮他做去色的动作。还有000，还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比方说。今天你的客人要过白发，结果你发现他要的目标色是6度色左右。如果你拿6度色加基色，哦，6度色加基色帮他上色，你会发现白的有点小透光，黑的又不太会动。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嘛？那以前你们的用法可能会拿基色加双氧水先过那个白发的地方，然后再拿目标色再加双氧水再染，对不对？但是得到的结果差不多啦，就是那个白发稍微有一点透透的，黑发还是黑，结果是差不多的。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老师这几年都是用这种方法，我也讲过很多次，但是用的人真的不多哦。但是你们回去真的可以试试看，老师会用如果他的目标色是4度色，我就会目标色加褪色膏。加基色，我会加3条染膏，然后把它上色。那基色就会去把白发覆盖，褪色膏就会褪掉黑发的部分，然后目标色就会让大家一起达成。这是一种做法，如果他目标色是4度，但如果他目标色是6度的话，就他明度要高一点。那我的做法就是，我会拿褪色膏先整头做褪色，但我不会冲掉。哦，因为冲掉就要另外收费嘛，这样了解吗？哦，但客人一定不会给钱，哦，所以我们就把褪色膏全部推上去，但要很薄，用尖尾梳，很薄很均匀的整个涂上去，它等大概15分钟，你就会发现黑色已经变成咖啡色了。尤其我们这次上市的那个1000.2也可以这样做，哦，1000.2跟那个000，或者是。
小数点前面的数字啊，小数点前面数字在九以上的，你都可以。万一家里刚好没零零零嘛，或者一千点二也刚好用完了，你就找小数点前面的数字是九以上的，都可以拿来做。因为九以上它的褪色高比例就很高了。哦，那你就加上12%，你就拿尖尾梳把它梳上去，然后等15分钟，你不需要加热。同学，我们家的染膏都不需要加热，褪色也不需要加热。如果你真的用到加热了，就承认把配方错了。这样了解吗？如果你的配方是正确的，你上上去15分钟一定会动。嗯，啊，如果它不会动，你要去推那个蒸汽或液体，那就表示你刚刚的配方一定有错误。哦，这样了解哦。所以你们要习惯，就是每次写的配方要把它记录下来。看白发比例，对。答案，对，看白发比例。是会氧化的点六的染膏，加强色跟点六的染膏里面内含未氧化跟氧化后的色素颗粒，所以我们这几支颜色是非常特别的哦，就是没有一半的氧化的。我们家的点六有两支，跟我们的加强色里面呢有未氧化的人工色素，也有氧化过的色素。这一支染膏两种色素都有，为什么要有？因为我们希望它在上色的时候，那个色彩饱和度就很鲜艳了。因为未氧化的人工色素在染完头发的色彩饱和度不会那么明亮。如果你想要让它更明亮一点的话。如果你想要让它更明亮一点的话，你就要加已经氧化过的色素颗粒。那我们为了让颜色能够更持久一点，我们这次还出了什么角色洗，待会再教你们角色洗怎么用啊。角色洗里面的色素也是氧化过的色素颗粒，这样了解咯。好，这个到时候再教你们。所以刚刚这位同学有问到说，我们在过白发的时候，老师是褪色膏加目标色再加基色嘛？那这个比例怎么算？那要看白发的比例，白发比例越高，你的基色就要越多；黑发比例高，你的褪色膏就要多。但是这两个比例绝对不会超过你的什么目标色，这样 OK 吗？这样 OK 吗？好，好，那我们再继续，刚刚讲到了荧光蓝，大家可以好好去玩它。那待会会教你们怎么样可以做到水壶蓝，就是你要加到褪色膏啊。我知道我刚刚讲到哪了，我讲到白发，就是我们那个褪色膏可以先退，对不对？你把白发先退，均匀涂抹之后15分钟，不要加热。然后你也不用去冲掉，也不用把染膏刮掉，因为你本来就上的很少，这样知道吗？那你在这样做了之后呢，第一个你可以把黑发褪色嘛，那在白发的部分呢，你可以做到毛鳞片张开，这样知道吗？哦，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第一个是把我的黑发都褪色，因为它想要留度。那我又可以在上色的过程当中，因为染膏加双氧水pH 值就超过7了，基本上就可以让我的毛鳞片开始张开，而且头发也开始受损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待会要过白发，里面要加我的目标色的时候，我的白发就很容易吃进去，就比较不容易透光，那我的基色可以不用加太多。所以我褪色膏先褪完15分钟之后，我就拿我的目标色出来，假设是 6.45 好了，6.45 拿出来之后，6.45其实大概是比较偏红的咖啡色，我可以加一点加强红，然后我可以拿基色6号或7号，六号或七号的基色再把它加上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老师的基色用到怎么样？色度很高，我不会拿3号、4号，因为这样会压暗它。哦，你就大概拿6号、7号都没关系，然后加上去调和再上一次。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老师已经没有加褪色膏了，因为已经在里面了。这个时候你在过白发，通常目标色就会出来了，这样 OK 吗？你们是不是很后悔没有带录音机来？对不对？对，你
另外一个同学录吗？对，很好。好，我讲双氧水的使用时机。今天只要你有褪过的，就是你的头发漂淡过，有褪过色的，你只要这个头发是有漂过的，上色都用3%，有没有问题？3、2、1，好。那如果是细软发，头发是很细软的，会用6%，不管健康还是受损。对，就是细软用6%，然后粗硬的用9%。因为我们以前的概念里面是过白发都是用6%嘛，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哦，有一些白发在过的时候要时间很久，它是粗硬的，那你就要用到9%，这样 OK。它是粗的吗？还是细的？像有一些阿嬷，她的头发很细嘛，用6%。但是有一些她的头发很粗硬的，你可以用到9%，没关系。分辨，我在现场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啊，就是我真的没办法分辨它是细软的还是粗硬，因为它看起来真的不粗不细嘛，寡龟也不是办法，对不对？干脆就怎么样，一般。哦，这样 OK 吗？OK 哦，好，那接下来呢，这个过白发的小配布就让大家知道，你们可以回去试试看。你们先是家人嘛，或者是你们的粉丝嘛，你们一定有些粉丝嘛，你们先跟你们的粉丝试试看老师的方法，因为十几年了，我的白发都是这样上色的，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老师只要讲到白发，我都说0.35、0.45。有发现吗？为什么？因为白发是什么色素颗粒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让它饱和度很高，然后让它白发完全过色，你一定要知道这条染膏里面是不是红、黄、蓝三种颜色都有。所以这个 DNA 变得很重要。我们随便讲一条染膏好了，我们讲6.21，我那天有染一个，好像是8.21哦，我那天染汤有染8.21。那个模特儿呢，待会有照片，他的白发大概也超过50%的。年轻人，真的年轻人，22岁而已。然后男生头发粗硬，然后他的白发占50%。然后那天我就说我要帮他染头发，然后我就拿那个我们色卡给他看，我说染8.21好不好？哦，然后他就说我有白发哎，这个染得过吗？哦，他就问，来8.21，二是什么？蓝跟红，一是什么？蓝跟什么？来，有没有发现这条美丽的染膏？红、黄、蓝三种颜色都有，所以它白发会不会过？会。然后他说：“真的吗？我的头发50%的白发，我可以染那么时髦的颜色吗？”说：“当然可以啊，只要你给我机会。”所以老师那天就帮他做这个颜色。那这个颜色在要染之前，你一看到8度色哈，其实到了8度色，基本上就是要做漂淡的动作嘛。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的头发可以漂淡吗？”他说：“如果染完之后真的可以变成色卡的8.21，当然我觉得漂淡没有问题。”他在跟我交换条件，你知道吗？就是我让你漂，但是你要给我这个时髦的颜色，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的头发就只能怎样，咖啡色。那一个不小心，白发就怎样，没过色。好，所以他大概都是4度的咖啡。结果那天老师是因缘机会碰到他，我就跟他讲，我就说这个颜色没有问题，然后可能我们需要漂淡。但漂淡你也不用担心，我一定不会让你的发质太过于受损。但是我就开始讲嘛，因为今年男生很流行什么？油头。今年男生很流行油头，你知道各位老师们，你们一定要回去练习你们的推剪，一定要把推剪推得非常好。今年真的非常流行，而且那个推剪要推到那个皮呀、都有渐层。这边一直点头，就是那个推剪要推到皮是有渐层的，就是从这边白白的这样子，然后推到这样灰灰黑黑这样子，你不要今
年很流行那个，然后这一条线呢一定要把它刻出来，对不对？同学想不想上这个课？想不想？你们找到课程跟我说一声，我也很想去。其实老师会觉得你不用每一个都会，但是你一定要掌握那个机会，然后去学习，这样了解吗？然后我觉得那个在推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跟他讲嘛，因为我就讲说，我跟你说这边要这样推到这样子，有点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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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条线再把它雕出来，然后待会这边可以怎么抓啊，然后这个颜色啊，在室内你会看到，其实因为有蓝色颗粒两份，所以它在室内看起来是比较深的，但是你到室外的时候，你会看到它蓝蓝紫紫，颜色是干燥化的颜色。哦，然后开始进行褪色，然后记得褪色的时候，双氧水的趴数，第一次老师用的是9%，我第一次用9%，然后第二次呢，老师用的是6%，所以他的头发老师褪了2次，很难得需要褪到2次，因为他的头发真的很粗硬，哦，他是属于那种粗硬的，然后在褪色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漂淡头发真的是需要一些。耐心、哦、一定是需要耐心的，所以我们在帮男生做褪色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先把头发分区，大概就分4区、哦、中心先分完了之后，左右2区，然后后部区2区，然后我从整骨点开始做漂淡的动作，从这边开始做，那你们一定要用铝箔纸，就是把它一片一片的隔开，这样了解吗？一定要一片一片一片把它隔开，然后每一个发片就是不要超过1公分，就是一片一片把它隔开，然后这边也是一片一片把它隔开，两边也是。然后你们一开始用的双氧水趴数是9%，那你可能需要2个人操作，因为如果你只有1个人，那你们就用6%就好了，这样了解吗？要不然它氧化的速度会太快，可能会影响到发质。那我当天是有2个人操作，所以我们就左右两边，然后有一个人负责调漂粉，因为你太早调或调得太大碗，它就会变花桂嘛，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就慢慢调，然后大家轮流用、哦、然后就一层一层，一定要这样做。我看过很多人在漂淡头发的时候，是把所有的什么漂粉全部勾在头上，然后还拿保鲜膜把它包着，然后待会把它送进去，就是让它拿那个液体加热，很恐怖。同学老师跟你说，漂粉加双氧水就是一种化学变化，你又加热它就产生热能，所以万一里面有一点点金属就一定会灼伤。那老师我没有用夹子，所以不会有金属，但你怎么知道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它有没有用过含金属的药水或含金属的染剂，或者是他家是地下水，所以他的头发其实有很多金属成分，你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染过头发？一直染他就一直冒烟，一直染就一直冒烟的，有没有碰过这种的？真的没有？有。我跟你讲，好，那你们有没有染过那种一直在染，你就觉得那个头发修得很狠的？是不是？那个就是有含金属，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叫他赶快去怎样？冲掉！你千万不要说你忍耐，我快忍好了，你再忍一下。我跟你讲，头皮就烫伤了。改天那个水果抱抱就出来了。所以化学变化是什么？接触了就没有办法改变成原来的样子。刚刚那个小平老师啊，伊莱恩彩妆，他们玩的是物理变化。妆画上去了，虽然从 A 到 B， 但擦掉了脸还是脸，不会怎么样，这样了解吗？所以彩妆很安全，因为它是物理变化，失败可以重来。你画的跟蜡笔小新一样有什么关系？擦掉就好了，没画好也没关系，因为擦掉就好，完全皮肤的状况是 OK 的。但是我们玩的是化学变化，今天烫卷拉直，虽然进去跟出来都是直发，可是里面的水分跟蛋白质有没有改变？双流键、轻键、盐键有没有改变？有。刚刚我跟那个模特儿讲说，如果你不喜欢那个颜色没关系、哦、我们可以再恢复你原来的样子，但眼睛看到是原来的样子，但实际上它有没有改变？
那个就是化学变化。所以你知道我有多崇拜美发人吗？其实老师是彩妆师出身的，我是先学彩妆，然后才学美容，最后因为我想要做整体造型，我才去学什么？学美发。我是这样倒过来学的。所以你知道我学彩妆很快，两个月，我学美容很快，三个月，我学美发经历了我这辈子最痛苦的事情，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学美容跟彩妆的时候，是我可以大胆的做，错了我就擦掉嘛。可是你知道我在学美发的时候，我没办法大胆的剪呢。我上次一个大胆的剪他的鬓角，那个男生就哭了耶。色系也一样吗？因为他是直接色素嘛，所以今天一个客户他染了一个很漂亮的灰蓝色的头发进来，也是我前几天一个学生碰到的状况。他在别家店染了一个灰蓝色的头发，八度的灰蓝哦，就是浅牛仔裤的颜色，很漂亮，对不对？他一进来之后，他进行洗发，他说我要洗头，刚染完要洗头，然后就帮他洗头。然后在洗头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客委人就问说，哎，你们家有角色洗吗？你们家有角色洗吗？他说有啊，我们家有角色洗。那你帮我用角色洗来洗好了，我的头发刚染完，我觉得这颜色很好看，你用角色洗帮我洗，然后增加我头发的这个色素粒子，就帮我洗一下。然后那个小孩就说，好啊，那我去拿角色洗。然后角色洗那个一摆出来啊，不是就这些颜色吗？我看到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对不对？他会拿紫色吗？不会。他会拿绿色吗？不会。他会拿红色吗？不会。他拿了这一瓶，他就拿了这一瓶，而且这上面写绚烂角色洗发精，他就拿了这一瓶，然后就把它挤出来，挤出来就开始把它洗。洗完之后变绿色。对对对，怎么会变成绿色了？然后那个客人整个整个爆炸，对，整个爆炸哦。结果那个孩子就赶快打电话给我，老师救命啊！为什么那个客人洗完你们的角色洗之后，他就变成角色洗？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天哪，角色洗好可怕哦！不会烫哎，不会吗？他不要说他不会啊。啊？我问他会烫，他说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因为你没弄到头皮，对吗？你现在没有弄到头皮，当然啦、啊。我有流汗，我会惊。你爱小可注意，我跟你讲。我知，我你看，我这个酒没有倒，我都没有带。我再补哎，那这里都给你。你说集钱不能撕啊？来，都给你啊，就要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分量，拿去。就是倒下来的话又掉下来。再示范一遍，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我看看。就这样子。等一下，他来不及追焦。他说这样倒下来，然后不会掉染膏。好，了解。其他编起来的地方是等一下要挑染的，对，我们色度做不一样的色度。嗯，了解。好，这样子。红色的21是吗？好，我在旁边找看。哎、欸，有，我看到有一条很接近的，大概是九度色，9.21可以吗？9.21。我们到现在，只要要判断颜色，我们都用色卡上的阿拉伯数，这是蛮好的。但是准确度高不高？非常的高，所以你们跟你们的同事也要玩这个游戏。
就是不用跟他们讲说，哎、欸，我今天买双一双鞋子真的很好看哎、欸，什么颜色？红色。就一来看，哎、欸，明明就紫红，怎么会是红？大家对红的这个认知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学会的点一、点二、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八，大家能不能来教？就是用这个阿拉伯数字来把颜色更确认下来，可以吗？我们可以练习。因为如果你们练习得更好的话，其实接下来你就对于颜色的准确度就会更高。一开始目标是我决定了我要染这个颜色，然后客户进来的时候是三度色的原生法。因为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判断法、金色法。第一个动作是决定目标色 5.3， 第二个动作是判断法、金色三度色，差两度嘛。那三度色是什么？同学，头发总共分成十度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总共分成十度色。一度色到三度色是红、黄、蓝，四度、五度、六度是蓝，是红色跟黄色。然后七八九是黄色，十度是什么色素都没有，这样 OK 吗？再讲一次，头发总共分成十度色，一二三是红黄蓝，四五六是红跟黄，七八九是黄，十度色是白，这样 OK 吗？三二一 ，OK， 好。所以客户进来的时候是三度色，所以他的头发上面有什么？红、黄、蓝，这样 OK 吗？那我要什么？三是什么？黄。所以我不要什么？我不要红，也不要蓝。所以我是要拿掉还是要给？拿。这样知道了吗？所以染法就这么简单。色卡打开来看。他选好颜色了之后，你知道这一条染膏的 DNA 是什么？那我现在判断头发的颜色，那我不是要判断它是咖啡色还是红色还是绿色，我不是要判断这个，我要判断的是它的色素颗粒有什么，红黄蓝有哪一些，然后接着我把我不要的拿掉，我把不足的怎么样给它，我们就完成了染发了。但是头发的颜色要怎么判断？我们会判断吗？我们来讲，我们来练习一下好不好？来，各位同学请起立。好，然后来我找一个年轻人，好了，年轻人啊，来同学请起立，年轻人，好，小心，请问一下他头发有什么色素颗粒？有黄，有红。有蓝吗？发根有一点蓝，对不对？好，非常好，请坐。来，你不要坐，你站着。好，来，那个，来，这位同学请起立。他的头发上面有什么颜色？啊，白色。紫色。好，紫色是怎么来的？紫色是红色跟蓝色嘛，对不对？红色跟蓝色嘛，对不对？好，请坐。所以他的头发上面是什么色素颗粒？蓝色跟红色嘛，对不对？然后他有一些灰灰的嘛，然后那些灰是什么？蓝色嘛，对不对？老师跟他们讲，蓝色会造成灰色的感觉。好，请坐。好，这个男生请起立。对，然后。他的头发上面是什么色素颗粒？好，所以他的头发上面是什么色素颗粒？红、黄、蓝，对不对？是 OK 吗？哦，哎，你怎么没有染头发？极品啊！还没想到要染什么颜色啊？好，这个好，请坐。同学，老师刚刚有没有讲说，我之前老师头发都是白色的？对，有很多人都很想要染那种十度色的白，在这边我要讲。只有极品可以染出十度色的白，加油，冲了！只要你的头发有染过任何颜色，
任何颜色哦，只要有上过任何颜色，它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纯白，一定要是原生发才有可能做到纯白。就你的头发就算只是染过咖啡色好了，就算只是染过一点点的褪色膏好了，只要它有染过，颜色就会不纯。所以如果你要纯白，就是要极品，这样知道吗？我就顺便提到哦，因为刚好碰到了极品，哇，真是我是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到现在还有极品、哦、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找一个颜色。让他们看一下你头发的颜色。这个头发，这个头发上面是什么色素颗粒？黄色。还有呢？后面有一点绿，对不对？但我们不要讲绿，我们要讲什么？蓝加黄。好，那他有没有带红？这边还有一点点红嘛，对不对？他顶部区这个颜色是标准的六度色，这样 OK 吗？标准的六度色哦。好，来，请坐。然后我来找一个五度色，五度色深咖啡。有谁的头发觉得自己是五度色的？哎，来来来，这边，这个，哇，妹妹好漂亮哦！这个头发的颜色呢，大概是四度半不到五度，就是这一段，这一段还不到五度。然后它这边的这些头发，这边比较浅的。大概是五度色，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六度色，这样知道吗？好，请坐，谢谢。我、哦、很适合当模特呢、欸。待会可以要一下电话，真的很适合当模特。对，好，来，老师要讲哦。四度色的红比较多，五度色的红少一点，六度色的红更少，这样知道吗？七度色的黄很多。八度色的黄变少，九度色的更少，十度色是完全没有色素颗粒了。但我们要怎么做到色素颗粒呢？那需要做到冲色。待会老师下午会教你们怎么做到冲色处理。所以当我知道我的客户进来的时候是三度色，我知道他红、黄、蓝三种颜色都有，然后他的目标色呢是黄色，所以我要把蓝色跟红色拿掉。首先把 5.3 的目标色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三度跟五度中间差两度，所以我们要退前两度，对不对？拿掉色素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加褪色膏。褪色膏只褪原生发，而且褪三度，所以我要1:1吗？不要，我只要1:0.7左右，这样了解吗？它就会退两度，它不会退到三度。OK， 好，那从这边哦，三度，哦，从这边三度退到五度的时候，请问还有没有红？有嘛，对不对？它从三度退到五度还有一点红，但我要红吗？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再加一条染膏，把红色中和掉。所以红色的对比色是什么颜色？绿色，对不对？所以我再加绿色的这条染膏。那因为我只是要中和微量的红，所以我只需要加到0.2左右就可以了。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那请问绿在哪里？点一可不可以？蓝加黄也是绿嘛？点七可不可以？蓝加黄嘛？那加强绿可不可以？可以。所以你只要把你家的染膏柜打开，你不一定每条染膏都要打开哦。染膏打开要赶快用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如果打开的有点一，你就拿点一；打开的有点七，你就拿点七。你不要特别去打开一条染膏，这样浪费。你打开的就赶快用完，这样了解老师的意思吗？哦，赶快去把它用完。所以你对里面的染膏色素颗粒要不要很清楚？要吗？那如果我今天拿到的是点一的染膏，然后我现在手边打开的有7.1跟5.1，我要拿7.1还是5.1？想一下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要干嘛？它只是要中和五度色里面的黄嘛。所以如果我拿5.1，是不是会变
深，所以我如果只是要拿来角色，我拿多少七度色，我比较不会怕怕嘛。讲到这里 OK 吗？